辛苦了，展正熙，我们先走了。哦，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这家伙说好了放学在这等我，又跑哪儿去了？哎，猜猜我是谁呀、啊、还能是谁啊，你这白痴。我就是帮你擦擦汗嘛。别闹了，我书包你拿了没有？当然啦，怎么可能会忘记。我等了你这么久，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饭啊？日子还长着呢，你还怕我抵赖吗？那以后我们就上同一所大学，将来也一起工作。别弄我头发。哎，反正你请客的机会肯定不会少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啊，知道了。